张市长，包括局长来这边，希望未来农科的推动应该怎么样把人留在龙潭，利用农科这一次那么多经费的挹注，不管有暂置区、有开发区，将近200公顷的开发，希望我们张市长的团队务必要利用这一次农科的开发，竹科包括我们经济部，包括整个中央部会、行政院的支持，看怎么样能够经费挹注到我们龙潭来。譬如扩大都市计划，譬如哪些道路的拓宽等等，或是学校的新建，能够宣布一些亮点、大型的建设，好，让我们的龙潭呢，能够真正的来起飞起来了，我想说，对市政部分，我除了监督以外，也是全力的支持，请大家放心了，我希望说赵市长这边能够赶快接上地气，认真的帮我们龙潭多争取一些福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